那样是这样的。是这样的，宽说，我刚才和熊一起用石头搭高楼，狐狸突然过来把高楼踢倒了。我啊的叫，狐狸就咬我，然后熊就跑过来帮我，就是这样。不对，不是那样，是这样的，狐狸说。獾和熊在用石头搭高楼，可是搭歪了。我是搭高楼的高手，所以我就想教他们。但是高楼突然倒了，然后獾就冲着我的耳朵大叫，都快把我的耳朵震聋了。熊还跑过来打我，疼死了。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。才不是呢，其实是这样的，熊说。我和獾在用石头搭高楼，狐狸也没问我们，就过来一起搭。它还用尾巴把高楼给掀倒了。獾就生气地大叫起来，然后狐狸咬住了獾的腿，我才去帮獾的。就是这样，一点都没错。停！我在上面都看见了，是这样的。狐狸想帮忙搭高楼，可是他找石头的时候，尾巴不小心碰倒了高楼。獾就大喊起来，狐狸咬住獾，然后熊就过去打狐狸。事情是这样的。你就别在这捣乱了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准说话，是你们两个先惹事的。不对，是你，不对，是你们，你，你们，你。熊、獾和狐狸吵成了一锅粥。你们应该好好听听对方的想法，才能互相理解呀。松鼠嘟囔着，搬起石头去拦水。搬石头筑水坝，熊、狐狸和獾都很乐意参加。还是大家一起玩更有意思。